莎，姐姐，是姐姐吗？孙子消失了，小马呢？你在说什么呀，女人？和青青抱着小姐一起，看到了。孙子周围都被海水淹没了，尽管只有我们活下来了，怎么会有那种事？那个奇怪的画面，好像……是从地面传过来的，而且我看见村子里的人都向海走过去，就像是在进行海送的仪式一样。究竟发生什么事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真的不知道。无论是世界结局，还是染红的水流。没想到这些都成了事实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不知道，所有的事都正在符合阿武他们所说的话。阿武小姐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神代家的人也全都消失了。也许已经变得和那些家伙一样了。怎么会那样？不会，为什么我们好好的，而他们却变成那样？注意到了吗？他们可以一而再，死而复生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个，那是神的旨意？难道是神的旨意？变成这样的怪物，不知道。27年前的那天，也下着一样的雨。是，我也听说了。那时消失的人们去了什么地方？莫非？别再说了。这个推论合乎情理。你看这房子，在当时明明就已经消失了。我没有失败，
对不起，我知道必须要找到大雾小姐和美叶子小姐他们。如果美叶子小姐平安无事的话，仪式还会再举行吗？是因为那个承担命运的人，他被这个世界劫取，也可能是他的命运受到什么的影响。也许逃掉了，和27年前一样。不会吧？和雅什子小姐不一样，美叶子小姐是神的新娘，即使逃掉也不奇怪。就不要再说了，这个已经是神殿下决定的事情了。说的也是，这不是我该乱插嘴的事。神代和教会是绝不会错。公爵，那以后该怎么办呢？牧爷，总之再重新举行一次仪式。是这样，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前，先做一些准备。如果这里是曾经消失的那家医院，我还有一些想调查的东西。什么？什么事啊？不，现在还很难判断。牧爷，请你先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刚才那个女孩没事的。话说回来，好慢啊，是怎么了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牧野对这种事还不能习惯，所以我去追他。李沙九，